现在是七月十五号的早上，2017年7月15号。昨天晚上啊，我经历了人生中最最奔波的一个夜晚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我当时啊是订了这个地方的14到15号的酒店，又订了另一个城市，一个海滨城市，15到16号的酒店，然后我还有一个卧铺车。完，我这一算就懵了，我说怎么算我还给再住一宿？我说不可能啊，我说我总共就搁这待三晚，而我这个三天晚上都有着落了，为什么我还需要住一宿呢？然后我这一看，哎，我说我那火车卧铺是15号的，我说那糟糕了，那是今天晚上啊，就是我是昨天说的是今天晚上啊，然后我就赶紧呢，我那个卧铺车是10点半的嘛，我现在在那个屋里准备睡觉了都，然后是9:50，哇塞，我就一路狂走啊，还把我的袜子丢了一双，然后呢走到了这个火车站，到火车站一看一问才知道，我操，这他妈火车票是明天的啊，也就是说我确实订错了，但不是我这个在索菲亚的这个酒店订错了，而是说我在这个那个小海滨城市的酒店订错了，那个海滨城市不需要订酒店啊，这么个问题。那海滨城酒店还不便宜呢，啊，我订了一下，花了大概，90块钱吧，80-90块钱那样，不便宜啊。哎呦我天，然后这一下就糟糕了，我又从火车站狂奔回来，到家都11点多，然后我那几个宿舍哥们儿啊，我那屋总共是8个人，没有一个睡觉的。然后我就到2点多他们还没回来，我说这干啥？还在这拍 party 吗？然后我就那个不管他了，我就睡了。今天早上睡到10点就 check out 啊，这今天这一天弄的，我丢了双袜子，还我总共就带了2双袜子，丢一双没换的了都。哎呀，我一会儿看看哪有卖的。然后我这衣服啊也没洗，他这个宿舍挺不错的啊，好在哪儿呢？就是洗衣机是不花钱的，但是我就2件衣服，洗不洗也无所谓了。然后呢，我今天这件衣服本来投了一下之后，今天早上一闻有点味儿，我这边又投了一下，然后这没干啊，湿了，我就只能是自己在太阳底下给它晒干了啊。哎呀，今天是晚上10点半的火车，去海滨城市啊，叫 Vina 吧啊 ，Vana 还是什么，就是 V A R N A 那个地方。然后呢，明天呢就得坐车回来。要么是坐下午的车回来，在这儿住一宿，在索菲亚住一宿；要么就是直接坐卧铺回来啊。坐卧铺回来的话呢，时间就有点赶了。哎呀，太他妈二逼了！我为什么会这么二？你看，在这边的这个小楼啊，就不是那么好了啊。商业区非常的不繁华，说实话呀。我很难明白为什么索菲亚这个城市物价这么高，那大家吃得起饭吗？啊，懂我意思吗？就是说，这个地方商业几乎没有啊，啊，除了一些饭馆以外，像大的酒店连阿迪达斯的这种地方都没有。你像在波兰啊，还有一个几个大卖场，像阿迪达斯这种都有啊，这面几乎没有。然后呢，我这一到晚上11点多回来的时候啊，商店全都是关门的。哎呀。真是不了解他们那边是怎么消费的。你看车还挺多呢，虽然说车不是好车吧，但是你买车也不少钱呢啊。这是他的这种住宅的门啊，看，修的倒是严丝合缝，但是太旧了啊，都是旧的。